今天挑战王铁锤这个人可不一般，是一个双枪将，不仅象棋下得好，围棋下得也牛。没想到啊，王铁锤差点给他把象棋下成围棋，太精彩了啊！我们来看实战，王铁锤先走当头炮，双枪将上马，红旗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。黑棋很自信，来了一个去头平步马，红旗呢也没有挺三兵，也没有挺七兵，直接啊就跳了一个边马。准备啊，来五七炮双直车，那黑棋呢就充卒，红的平包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布局定势，五七炮双直车对平步马，黑棋三种变化，炮二进二，炮二进四，炮八进四。实战呢是选择了一个炮二进四，封车，那红旗呢势必要把这个车高起来，高这个车，一个呢防止炮八进四来封车，你要俩车都封到家肯定是不行了。再一个呢，以后准备冲边兵上马来围剿这个过河炮。那黑棋标准化动作，你高车我就平炮给你要对，那这个车肯定是不能对，平开。黑棋呢高一步车，除了这招高车，还有一种下法呢是走象棋进五，红旗挺兵，黑棋呢就来个霸王车，红旗冲兵。吃掉，然后啊，马七进八，马七进八也是现在公认的关招。以前呢还出现过马七进六的这种下法。红旗呢吃象，黑棋就平炮把它盖住，打着象呢，哎，那它也弃掉平车。黑棋呢，你要是打掉一个象呢，你其他子力啊配合不上，所以说呢，它也不打这个象，它选择高车。那红旗呢，在这里就有一个一车换双的下法，吃掉，吃掉，然后啊，把马一吃。黑棋现在是双车，红旗只有一个车，哎，他就利用霸王车来给你对车，对完之后啊，要给你来一个有车杀无车，那红旗肯定不干，进车捉炮，黑棋平车。老炮的同时呢，你现在还吃着你的马，红旗呢拆炮，你要是交换，咱就交换，以后你这个马呢也是个在死的，黑棋呢，他不跟他交换，冲一手卒，红旗呢就补一手象，黑棋上马，红旗打卒，这个马呢前进无路。他就点车，现在要打你的马了，那只能是认怂了。回来，黑棋进车，再捉，红旗补一手士，黑棋再来一个还价中炮，以后就准备打你的中兵，吃你的包。那红旗呢，就赶快退车。你要是打过来呢，我就过来抵住你，这样呢，我保住我的炮。而且你打过来之后啊，你这个阵型啊就出现了毛病，太飘了，所以说呢，他这个炮啊就没有发出来，选择用车吃。那红旗也是顶住，黑棋败退，红旗进炮又一打，黑棋上马，红旗顶住，黑棋退回，把这个马逼退了，然后呢再从容的上马。他是先抓一下，抓完之后再来上。那黑棋呢，还是想跟他对车，以后表演有车杀无车，红旗肯定是躲开，不跟你交换。黑棋退车保住，以后呢还可以平炮打呢。那红旗呢，先打掉一个。你打我。他就躲，吃住你的象。黑棋打下马，红旗啊，退炮打车，试探一下硬招。你这个马呢，前进无路。你要是退回去，他呀就来一将，然后啊再来捉你的马。所以说呢，他不退马，他选择了一手退车。那红旗呢就顶住马，哎，咱俩可以交换马，反正不跟你换车，换完车那没车了。那黑棋呢？不交换，
你要是都交换完，剩俩车，那你想赢棋太难了。红旗呢来将，黑棋补一手士，红旗背后一打，哎，你打马他就打回来，那他不跟他交换，红旗就平炮，他又来，那这次啊他就没有再平了，他选择了一手啊平车，那这人家不给他打了吗？打了你打了一吃，你这一将一落士。你来抽我的车，人家正好把车又退回去了呀。但是呢，走到这儿，偏偏走到这儿呢，这个双枪将也不知道是困了、瞌睡了，还是开小差了，还是打盹了，他呀竟然没有选择打这个马，掷了一手士。哎呀，这个王铁锤可是松了一口气，走完这招棋都后悔了，哎，走漏了。但是呢，黑棋呢又没抓住，赶快呀，平炮一打，那黑棋把炮走开。这次啊，他选择来一手下底车，随时呢就准备啊炮碾单杀。那现在呀，子力都僵持到这儿了，那黑棋呢就选择一个冲动卒，红旗的子力也动不了了，这个边马上不去，这个马上不去，炮也不敢走。啊，你过卒我也过兵，哎，你过来我也过去。他选择了一个平卒，下一招啊，这就要往下冲了，往下冲，往下冲。那你以后这个都要丢子了。哎，红旗呢在这里啊，走出一步炮旗，上马。上马之后，你不敢用车吃马，你这个卒当个炮架，退炮一将就给你抽了。哎呀，选择了一手退士，退了士，下一招啊，还准备往下冲。那红旗呢？先打一下闷儿，打一下闷儿之后呢，黑棋选择了一手平车，那这招棋应该说就给了红旗机会。红旗在这里啊走得非常非常精彩，接下来的招法我们来看啊，上马，这个马在你嘴里，这个马在你嘴里，你说你敢吃哪一个？你敢吃这个中马呢？打死了，你敢吃这个马？这个退一将啊，给你把。去打了，你即便是往下冲卒，他就给你踩了。这马炮啊，你都不敢吃，因为总是有抽将。你说这棋精妙不精妙？黑棋啊，选择了一个平车。那红棋呢，就来一个回马金枪。你说你这车怎么办？活活的啊，给困到这儿，不敢左右动。那只能是把兵吃了。红棋呢，又再来一招飞龙在天。哎，一招比一招精妙，越走越厉害了。车不敢再动了，选择来一手上马。那他把这个一吃，黑棋呢把象一吃，好像这个车保住了。但是呢，王铁锤心里笑了，我的真正的目的、真正的目标是你的老将，而不是你的车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走的啊，帮机。中炮一将，你要是落个士，这乱要是掷个士，这个回马一将叫抽车，选择一个出老将，大士又一将，只能上来，然后啊退炮一将就投降了。为啥退炮一将就投降了呢？这个棋你不管你怎么走，这个士，就退一将，你一下跳一将。你说你怎么办？老将进不去，上不来。你落个士，当了个炮架，进车一将。Game over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这盘棋精彩不精彩？最后这一阶段。